咱们现在呢去这个滑沙子啊。那么今天因为它这个航空公司速度比较快，那咱们呢也是凑在一起去滑沙子啊，这样咱们还可以在里面拍一个合影啊。那么整个团队，像整个团队一起滑的，这又是第一次，是不是？又是很少见，基本上我们要分三次、两次去滑。一会儿滑沙子呢，就是我刚才说的，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呢，你比如说有一些首饰啊这样的东西呢，不要带进去，容易掉在沙漠里面。如果真的掉的话，你是很难拿出来的。手机、相机呢，如果带进去的话，一定要有这个塑胶袋来封好。咱们大概是20分钟，20分钟会到达这个瓦卡契纳沙漠绿洲。